沙发、圆桌、开阔的空间、大片落地窗引进阳光，这是社会住宅的共居房内部的共享客厅，旁边则是开放式厨房。不好抽，其实我们之前有抽过，就是别的社宅，然后当时我抽过北屯的，但北屯的没有抽中，后来就是台中公园这个社宅，它的户数比较多，所以我们比较幸运就抽中。以东区的上午好宅来说，共有36户的共居房，分成18坪到21坪，内有套房6间，是有彼此共享玄关客厅、厨房及阳台，首年租金每个月5900元起。不过六人同住一个屋檐下，最怕生活习惯不同出现摩擦。你只要有任何违反我们公约的部分，我们是会扣点的。那扣分就是以10分到50分不等。那累计满100分之后，我们一定是强制跟你解约。一旦违反生活公约被记满100点，将强制登出。是一般房也没有配的，我们可以工作桌，那这也是活动室。21户的 SOHO 房为独立在家工作的青年打造，公社包括顶楼的环形天空步道，种满绿色植栽，还有孩童最爱的游戏室、大人运动的桌球室，也有社福单位进驻，该社会住宅或非社宅的长辈都能共同参与活动。独居人口越来越多，保有私人空间、共享公共区域也成为台中社会住宅的新趋势。三立新闻林伟智、陈怡姐台中报道。